大家好，我是XZ Akira， 很开心参加金钟奖学学，希望大家都顺利拿奖，加油！我们用最大的尖叫声欢迎来自日本的 Akira 黑泽良平，哇，好帅哦！他是日本天团放浪兄弟的团员，在日本呢曾参与无数的演艺工作，更荣获了19回的日本批评家大赏的新人奖哦。2019年就是跟台湾名模志玲姐姐结婚，今年初时更喜获麟儿，真的好幸福哦，小哇塞！今晚呢是典礼的颁奖嘉宾，让星光熠熠的现场非常欢迎他。哇哇哇哇哇，卡可以呢，谢谢谢谢。哇，我们欢迎 Akira， 想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今晚的入围者这么多，可不可以给他们深深的一个祝福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XZ Akira， 很开心参加金钟奖学学，希望大家都幸福。幸福，幸福，很幸福，很开心，跟你一样，大家加油哦！想必呢，这个阿基拉嗓音已经练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待会呢要当我们的颁奖人，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的嘞？嗨，希望大家都顺利拿奖，加油！谢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拿奖。哇，谢谢我们的国民，对对对对对，完全直接讲。你好像白来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谢谢我们的国民姐夫阿基拉，来祝你有个美好的金钟夜晚，谢谢。